终于在一家便利商店让我找到第三十罐的凤梨罐头。就在5月1号的早晨，我开始明白一件事情，在阿妹的心目中，我跟这个凤梨罐头没有什么分别。不知道算不算是一个记录呢？那天晚上，我吃掉所有的凤梨。所謂啊，你想去邊咪去邊。佢哋嗰邊有時間，想唔想翻嚟啊？